座谈会由嘉义县长陈家雄率领县政府各科室人员和建设局技术人员以话家常的方式来进行，对于参加的村里领长所提出的问题当场做说明和研究。这样做对于了解基层工作和认识有很大的帮助。参加的村里领长也踊跃发言，提出了很多宝贵意见，尤其是在如何改进乡镇社区的环境卫生和既有设施的维护方面所发生的困难和改善事项等问题，最有价值。